咱们得帮助他，咱得解放他，对，改造他的小家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言，今天我和小锦一起来玩变身苦力怕，小锦呐，快来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小锦。Hello，Hello， 等会儿不要跟我离这么近。咱俩可是苦力怕呀，是我们碰到水就会炸吗？不是的，可能现在小锦不了解规则，咱们现在是苦力怕，只要接近了其他的生物就会爆炸。就是任何生物，那这样你去靠近一下那只，你让我看看。咱们只能有三条命用来挥霍，咱们现在已经牺牲了一条命了，你剩下两条命，用了一条就是剩两条命了。对的，这游戏存档就没，对的，我们就玩不下去了。那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节目牺牲一下，去碰一下，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。不是，那你不就比我多一条命了吗？但我血亏，我不干。我刚刚是炸了，咱两条都没了，你演示一下。哎，行，那为了大家看到我们的效果，小鸡儿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哎哎，鸡都炸了，死的鸡都，还下了个蛋在嘲讽你。不是，你别拿蛋追我。这啊，我看他有多少血。哇，你看前面有个村庄，你看到没有？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你眼神这么好吗？你别离我太近。你别离我太近、哦、对对对对，小心的啊，小心。等会儿，哎我去，下面刚好有一个小羊，你给他炸。哎，等会儿大力点。哎呦我去！好，现在我觉得咱们统一了，咱俩都各死一次，咱们只剩下最后一条命了。咱们不会这么快就视频结束了吧？这样，我们每人现在只有一条命了。你先走，我绝对不会碰到你。你一反正怕你碰。等会儿我有点害怕，我开成第三人称，我看你。你小心绕着这些鸡了。OK OK， 没事，我绕住。砍点树，砍树吗？对对，咱们砍树，咱们小苦力怕也是要有工具的。而且你可以切换到空手，你看咱俩空手现在是不是也是苦力怕的样子？咱们真的要往村民村庄那块走吗？走吧，我们上去，我们要吓吓他呀。我们以前是史蒂夫的时候看到苦力怕会怎么样？你自己说。你让我弄一下工作台，别直接完结了啊！哎哎哎，哎，我造一半让你给我毁了，行吧行吧，咱不造了，不需要工具好吧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有点饿了，怎么办？咱们苦力怕原来也会饿呀。哦，苦力怕原来也会饿，那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吃史蒂夫了。来吧，啊，有个鸡，咕咕咕咕。哎，小心小心，我们没有弓箭，哇哇，哎，这鸡怎么要看着我了？他盯上你了。我给你个东西，你离远点，你捡着这个种子拿着。咕咕咕咕咕咕。哎哎哎，等会儿不对，等会儿我给他勾引了。哎，他不太喜欢我的种子。逗着你去了。哎，刚好咱们啃俩胡萝卜。哇。还好你跳过去了，没有爆炸。这边有铁傀儡，我的天哪！有可能他们看咱们觉得咱是坏蛋。嗨，哦，嗨，这是守护庄稼的人。哇，这个村庄地形好奇怪呀！这个村庄长在了山上面呀，我发现。哎，那村民见到我们应该按你说会跑。来，村民，你跑吗？你看我是谁？哎哎，你看我是谁？要不然你这么胆大吗？你看他见我们不会跑，还真是。他村民不害怕吗？我可会。你给他摔死了，我天，我感觉这村庄他没什么村长什么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咱们把他们的屋子给劫了，他们才会生气，要不然他们太平和了。你看这里就有一个屋子，你能不能，你敢不敢把他赶出来，给你一个挑战。你看他在里头，等会儿他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口，快看他这只有一个口，他这怎么进去啊？他这个是自动生成的。咱们得帮助他，咱得解放他。对，好的，你可以出来了。解放他，我再把他头顶住。哎，他开门，你出来吧，你出来吧，你出来呀，出来呀！他是不是待久了在家？我看看，他自闭了、哎、可能，他窝在里头，他不敢出来。是不是有个门挡着他了？我觉得我得来给他来个斧头，再给他开个口，这样啊，改造他的小家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我天，这也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宅男吗？太宅了。打他一下他都不出来，你看他已经宅了，都已经，你看，我天，你看，等会你小心，哎呀，一个人家撸死了，他的哇，他都有灵魂，他的灵魂在这飘，你是杀我的，不是他灵魂是，挺吓人，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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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没有精髓，
我们当苦力怕，我们应该挑战点什么东西，怎么活得跟史蒂夫一样？咱们得挑战，咱们现在生活太过于平淡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不能太枯燥了，这生活。这样，你调到晚上，我们再测试一下。哦，对，我们遇到苦力，我们看到自己人的时候会怎么样？我猜，我赌他不会炸。好吧，我们先看一下晚上吧。大家快看，现在这下面已经有小僵尸了。你看，哇，僵尸已经在敲村民家了。我们看苦力怕会打我们。你好，哎，他们好像无视我们。你看，这僵尸对咱们肯定是同胞啊。他，哎，等会儿我摔下去了。哇，我和僵尸是同胞，没想到第一次。哇，曾经对于我们如此可怕的僵尸，现在他居然不打咱们。这样，咱们看看吸引一下仇恨，撸他一下。哎，等会儿撸他一下，他打我。自己哦，看来人家就是属于你不招惹他，他也不招惹你。哎呀哎，哇，你是不是给那苦力怕引爆了？这个是咱们的同胞啊，你怎么能忍心下得去手呢？没事，谁让他做坏事？那边有小白，你这么搞，搞得我也有点兴趣，我也要试一下啊。这样，看我这，看我这。你看小白他，这边有豹猫，我的天哪！你知道豹猫是苦力怕的克星？哎呦！真的吗？我看看，对呀、啊，豹。哎呀，我去！我这也引爆一个，这样我来找你。喂，豹猫吗？豹猫会打你吗？看见我。对。哦，豹猫在这吃小，这么小的一只豹猫，这是小小年纪就成才呀、啊，这是这么有才。苦力怕都怕他，我跟你说。对呀、啊，苦力怕。但是你看，咱们可是有智商的。咱们不怕，咱反追他。今天就，你看他怕害怕咱们，咱反追。我来反追鸡。我今天看给鸡反追了，你看好啊！哎哎，等会儿。哎呀，我去，你怎么爆炸了？为什么一个小猫都会炸？那我三条命用光了怎么办？我已经不配做苦力怕了。你已经不是苦力怕了。好，我先找到你了，你还真变成史蒂夫了。变成史蒂夫了，你三条命用完了。这样，咱俩完了，你还是那我们现在是敌对阵营了。我告诉你，对敌对阵营，但是咱们不，你要打我居然。我怎么了？你现在威胁不了我，你可是苦力怕，你怎么了？但是你见过有这么跑酷灵活的苦力怕吗？我直接我就要炸你！哎呀，哎等等。我也变成史蒂夫了，你刚才没有被我炸死吗？来来来，哎呦，我们现在给你拥抱了，没有啊？没有，太感谢了，太感动了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那好吧，不，三条命我们都玩完了，这就是苦力怕的一天结束了。好的，大家如果说觉得我们这个系列比较不错的话，下次我们会扮演出其他的角色来给大家看。现在我们只是一个史蒂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